市门大桥的桥下。你看这边的话是新市门大桥，然后这边你看是重庆网红打卡景点洪崖洞。我觉得我这个位置呢是重庆洪崖洞景点的最佳观景平台。虽然这里有很多杂草丛生哈，但是呢我为了把这个重庆的夜景分享给大家呢，我今天就特意来到这里的。大家可以沿着镜头看一下，你看对面洪崖洞后面的话就是解放碑，重庆的中心。你看对面的话高楼林立，然后灯火通明。可能这个夜景对于重庆本地的朋友来说的话已经是司空见惯了，但是呢对于外地的朋友呢可能觉得还是值得一看。所以说呢我今天也把这个夜景分享给大家，希望让更多的外地朋友呢了解重庆的夜景，观赏重庆的夜景。再往前面走，然后再换一个角度欣赏一下这个夜景。我们现在走近一点看，这个位置的话离洪崖洞最近了。你看这样子看着是不是特别有层次感？这个建筑，你看这个游轮的话也是打造的非常漂亮。它这边过去的话就是那个条件门码头，然后那上面的话是来福士广场，目前的话还没有完全的亮灯。镜头这边看一下，随着我的镜头绕着这个夜景转一圈看一看。这边的话是黄花园大桥，哎，这个的话是千厮门大桥。哎，地铁六号线，你看下面的话是地铁，上面的话就是马路。重庆这个桥的话修得就是非常有特色，我之前的话没有在其他的地方见到过，是高效利用一条路。这个水脏得不得了，大家都出去玩吃，肯定比重庆水。今天重庆的话特别凉快，像本地的朋友的话吃完饭也可以出来逛一下。这个江边看夜景的话确实非常的舒服，就是在这个千厮门大桥的桥下，可以开车到这上面，然后停车之后走路几步路下来就可以了。因为你刚才也看到了有很多的朋友在这下面玩，还停下个